今天出去捡了个手机。看这样子还是个好看的姑娘。喂喂，你怎么偷手机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把手机还我，不然的话我手机有定位，我带着定位我带着去找你去。你什么偷手机啊，你这说话怎么上来那么冲呢？你手机丢了，我在这等你呢，我给你捡着你手机了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把手机我就放这儿，我走了。哎，别，那你在哪儿呢哥？我找你去。你自己手机丢哪儿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干哈？你公园是吧？哎，行，你快点吧，我在等你，还让你说一遍，快点。那你好，你等我，马上来啊。这边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哥。哎，没事儿，给你手机，你看一看。嗯。你下回说话别老那么着急。那你上来，你想想，谁偷你手机还能把你那个接你电话呀？偷你手机早给你关机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我也是着急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哥。没事。这个水是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不喝这个水，你拿着喝吧。下回别这样了啊。嗯，那我请你吃个饭。不用，待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就在这儿呀。你穿什么衣服啊？It's beautiful life。 今天约会捡了个手机，我好心还给了他，最后发现他竟然是我的相亲对象。刚才挺巧的哈。嗯，挺巧的。啊，那个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手机怎么落这儿了？我刚才想去买瓶水来着，结果发现手机没了。哈，那你来了也挺早的吧？等了我挺久的吧？还好吧。那我请你吃点东西去吧。不用，我们喝点东西就行了。那好，那咱走吧。嗯。哎呀，这谁呀？哎呀，你这样的谈女朋友了？不是朋友，是。这谁呀？他是我前女友，不用打理。这是你的前对象。别提了。你连卫生纸都是你给他买。我后来都不买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了？谁规定条件好才能处女朋友了？我就是他女朋友，怎么了？走，别理他们。刚才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们这种人我最看不惯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刚辞职，现在还在家待着呢。没事儿，哎，正好我朋友的公司好像缺人，要不你去试试？行啊，那谢谢你啊，那我先请你喝东西，好吗？走吧。最后我还是去面试了。你这边大家情况都了解了，那你期望薪资是多少？2800，2500也行，实在不行1800也行。可以，太好了。哎，经理。It's beautiful life。 你出去吧，哎，你说这公司，哎，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异类吗？没有。冷，你冷吗？把空调关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你是性冷吗？这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没事。你的资料我看了，期望薪资1800是吧？对，那还能再涨一点吗？没问题，我一个月给你5000，周末双休，你好好干可以吗？行，谢谢。那你是不是那个？没什么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。干嘛呀？急急忙忙的。原来你有牵挂。啊。现在这个窝是公事，出来才是私事。那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发了工资记得请我喝奶茶就行了。好，肯定的。Bye, I love you.
上班时间咋不进去呢？啊，我这说点事儿我就回去了。什么事儿不能下班说呀？来进去。啊，行行行，我马上啊，马上。那行，那我先进去了，然后我之后再跟你联系。行，啊，再回头见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早就回来了。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啊？啊，完了，兄弟，咋的了？我们经理老吓人了。那么吓人吗？啊、哦。我赴死去，你放心，没事儿。那您加油。好。你找我呀？咋了？不让你坐下了吗？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你坐下吧。你这不玩我呢吗？到底咋了？在公司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知道吧？我这都知道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刚才我在外边跟前女友在一起，你吃醋了是不是？别嬉皮笑脸的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肯定是吃醋了，我那是因为我之前欠他点钱，他找我来要钱来了，不然你也知道什么样，我能愿意见他吗？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呀？那你欠下多少钱呢？哎呀，算不过来了，慢慢还吧。这样吧，你去财务，这三个月工资。如果还不够的话，我再帮你想办法吧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不用，慢慢给他吧。哎呀，跟我俩客气什么呀？去吧。好的，那我去了啊，谢谢啊。再等一下。啊？在公司，别说我们俩认识。放心吧。一起看太